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吧？漂亮。歌唱的好吧？好。奶奶给100块工资。你是打算引人犯罪上社会新闻呢？我觉得我该想想清福了。欢迎来到青春照相馆，想想你最美的时候。最美的时候自己都错过了。房子啊，嗯，我们怎么能一起呢？我是说唱歌。你要干什么？小姐，我是唱歌后。杨畅。去哪儿了？如果我们都走了，前进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